大学生聚集的 PTT 上面选了人气男艺人，前三十名当中呢，纳豆排名25。哎呦，你知道领先谁吗？谁？谢霆锋几名？等一下，他是真的跟偶像摆在一起？谢霆锋排在30哦，然后26排在纳豆后面是谁？你知道吗？陈冠希。Oh my god！然后各位，最吓人的事情是纳豆排名25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知道排名第6名的是谁吗？陈汉典。想各位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他赢谁吗？我想知道。第七名是王力宏，排在陈汉典。还有谁？就他后面的还有谁？金晨武。上这个榜比纳豆不诡异，因为他真的很红。其实我觉得纳豆他是很亲切，他刚才一来这边，其实只是要跟他打个招呼，他寒暄一下。陈汉典真的好蠢，他一讲话都是废话。你这样访问他好无聊哦，因为他模仿跟表演都很强，可是一讲话就废话，你就模仿菜头就好。我们去逛夜市，你知道？去逛，这个画面多搭嘎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们去采花姐的问题是他那个土味很重，对。这画面很直接讲，就很直啊。那 OK， 我喜欢他这种直的个性啊。我土味，我是。道道地地的台湾土鸡啊，是，对，所以你就会感觉我是很。我们今天有要把你改成比较不是比较洋味吗？对对，我喜欢小 S 那种感觉，就是很有质感的。他哪有质感？我有。谁跟你说没有的？他是我的偶像哎，我希望我以后可以就是像小 S 这么的有这个 level， 就开始一直不一样。其实彩华姐也很漂亮啦。谢谢。哎，你知道彩华那个年龄就会跟彩华一样哎，会吗？把它改成比较不一样的风味，我会把它裁，把它改造成像那个纽约第五大道的那种味道。真的假的？它可以有纽约风？纽约旁边有一条巷子是红灯区。纳豆，如果我们今天看从只要看他的头就好的话，其实他的头非常 OK。可是如果你再往下看，就整个尺寸让我非常的惊悚。那其实他今天他那个头，当然他很成功的，他配了个眼镜，把他的色情的成分啊，跟猥亵的成分，我的这样有很色情吗？有，满面油光都是那种七情六欲的感觉。汉典金钟奖也花钱做造型，有，我买那一套西装大概10000多。整套也是厂商赞助的吗？没有，自己买的，因为我想说以后也有机会用得到。什么时候？有时候上节目啊，或者是主持。好，那你穿完之后有没有颇受好评？其实有哎，还被放在那个无名小站上面，就穿的原来还蛮帅。他就是靠网站在过生活。无名小站把你的照片放在首页。对。就说这个人跟陈汉典合照，那个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。我觉得汉典穿西装应该还蛮好。但是我上次来这边穿西装，结果也是被你穿那套就是10000多的吗？就是那套黑色的。哦，那不行啊，他撑不起来，他身体是太垂了，骨架太单薄，吴一佩就是完全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太容易了。我跟你讲。你的笑容是破绽，你不要笑，你退回去。再一次，哇！你为什么？这是晚娘吗？他为什么不笑？后母。对，你笑什么？还是像霹雳火里面出来的人？对，或者客人流量越来越少，就开始发脾气，拉娘的老人还是怎样？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他刚刚讲是纽约。纽约共济品，共济品，国际老师共出来不要紧。红灯区。3、2、1，欧美，还不错了。可以啦，这样好一点。有，还蛮漂亮。有味道。好，现在倦怠感，这样就怂了。这衣服好的感觉。烟拿出来啦，烟拿出来抽啦。哎呦，错档哎，无啦，哦，变变档哎呀，哎呀，这苦了。
哇，好适合、啊！他还演整套哎，真的是喝饱了，你还干杯干那个水啊？你就是拜在你刚才出来那个表情。对呀、啊，你干什么探头然后抿嘴？因为你知道我刚帮他整个打理好，他只是一直跟我嘟囔说，穿这样上节目会不会太隆重？我说没有，平常棚内就应该这样。很好啊，复古娃娃呀。我觉得很不习惯哎。你整个人可不可以放松，然后摆出那种该有的态架势？他常常有那种不耐烦的表情。对，我没有不耐烦，你很喜欢这样。就露出那种好像有多尴尬，是路人被推上节目的表情哎。他这样是不是应该把他送去黑社会妹妹那边？可以。而且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希望他比平常看起来隆重，然后像女生一点。我真的希望你以后上康熙就打扮打扮。这样吗？当然是这样。对啊。今天这样出现，很多观众就会开始在网上讨论你。谁要看你穿上一套？对啊。加油！加油！来。Go！ 好难哦。可爱呢。白胖子，白胖子。歪膝盖走啊。很难走哎。好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你要去哪兒？你怎么斜一边？你还洋娃娃被鬼附身，然后去发哎？没有，因为这整身就很飘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么正常。哎，真的耶！你我的冰红茶呢？你还有九分熟的牛排。好不好？你过来，你嘴巴可不可以不要乱动啊？轻松，轻松。在吃什么？好走，时尚一点，时尚一点。好走，走。表情掉了，再放松。你做什么表情？冷静，冷静，好，回去，回去。你开始在拖鞋了。陈汉典，你为什么不会穿靴子走路？因为没有穿过啊。你后脚跟为什么一直踢地？不能发出咔咔咔的声音，不然我还以为穿这个就是要让人家。你又不是牛仔。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他了。嗨 ，baby。太恶心了！你搞什么啊你？这是老师，你是在闹脾气？我被他们两个刺激到，我不得不出此下策，我一定要让他。纳豆，你好讨厌哦！真的很恶心哎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接法吗？对呀，这是你接的头发吗？马尾，很辛苦。你干嘛？你耳环是耳环是不是？对啊。你干嘛戴耳环？哇，你手好短哦。重点不是手短，你有看我戒指？因为我刚刚没有看他的手，他一瞬我说哇，戒指好大，哇，手好短。因为我实在不晓得他全身到底有哪个地方还可以看，那我只好靠。手指头，我觉得靠一些亮的东西。老师，我觉得大失败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造型就是真的感觉很有英灵在后面缠你，就是完全跟那个传闻是不符合的。我们就是大改造。纳豆，你走出来之前没有？难道没有预先知道我们会生气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你们觉得焕然一新啊。你觉得成功？就是另一种感觉，是不是真的有比刚刚的帅？更恶心啊，真的。你抖什么？好讨厌，没气的。好了，他好像在演舞台剧哦，好讨人厌，好扣分哦。